Ay.海哥，我买着你爱吃的花生麻糍啊！哦，小美丽来。海哥，啊，这张相片内底迄个查某人是谁啊？啊，我看迄相片哦，敢那足旧的呢。啊，敢是你迄个已经过姓的太太？啊，要唔过伊手抱迄个，伊那是手抱伊个是我的查某孙啦，啊，抱囡仔迄个是我的新妇啦。这张相吼，就是我的海外留学啦，留学。海外留学的时候，阮家寄给我的啦。迄当阵，我这查某孙都在躲着呢。海哥，啊，既然你家己都有查某孙，那恁你想说进前阁要去另一个唔知好歹罗新阳做你的客查某孙，吓个家己哦，气到半死。国家安怎讲，新阳不救救我一命？海哥啊！也唔过你这么疼惜伊哦，伊都唔知好我珍惜啊。假使讲哦，我若是你啊，我早就不爱插伊啊。啊是讲吼，你的后生嘛过往足久啊，啊即嘛你的新妇也佮有查某孙，伊人伫倒？这个问题我嘛足想要知影。啊！我都安尼一直找，一直找，嘛是找无因母仔两个的形状啊！唉，敢袂讲，我这世人，从来无机会让我阁见到因啊！若真正予你会当见到因，那安尼我甲俊宏若真正想要靠你出头天，我母仔毋着无机会啊！海哥啊，别艰苦啦。就准讲吼，你无法度找到因，也毋过你永远拢袂是孤单一个人诶。因为今嘛毋若是我，也阁有俊浩，伊拢足尊敬你诶。唉，你嘛知影啦，俊浩自细汉就上过欠爸爸诶父爱啊。人伫讲嘛，这爸爸吼，就亲像山共款。今嘛在俊豪心内哦，你就参像咱台湾的护国神山同款嘞。干嘛呢？啊，但是我听讲是，刘志以前嘛对俊豪真好啊，啊，今嘛阁有刘贵，你个小妹妹啊，啊，俊豪哪有可能无爸爸你个疼惜？海哥啊，这刘志甲刘贵吼。一个是妈宝呢，啊，一个是孙子呢，因两个是要安怎甲海狗你比啦？俊豪哦，会安尼常常做唔着代志，就是因为伊无爸爸甲伊教。海狗啊，我即嘛是有一个想法啦吼，啊，讲出来嘛，唔知讲你是不是当接受？你讲我咩啊？我是咧想讲吼。俊豪伊即马哦，真正足敬重你诶。啊，假使讲吼，若是会当，予伊来领你做客呗。啊，俊豪哦，嘛会当好好友好你啊。俊豪哦，若是真经有心要友好我哦，啊，其实领我做客呗，这个名义都无遐尼重要啊。哎呦，无喏，海哥一定无同款诶啦。这人吼，若是加迄一层的关系哦，一定拢会较亲的啦。哦，你吧，你吧。哦，金宝姐，哎，等下。啊，迄、那个
厝家人亲生老爸的情形即马安怎？等下，西天龙这个名，好了，真正够好个啦！天官赐福，伊这条命够救得个咧。啊，是。我无出手救伊外官呢，安尼还阁救袂起来？伊是咧找啥物人个帮忙？大哥，这个人甲咱拢做兄弟个。哦。琼小姐，你伫看我要创啊？大哥，这个人就是李有贵。李有贵，嗯，真正是不管我跟海西，是都唔敢管。你看，这李有贵哦，一向做代志都是安尼，大做大业，不管是惹了我生气，我哪有可能我去认伊的亲生后生做亏囝啦？海哥啊！我跟你讲啦，其实俊豪哦，伊早就想要跟迄个李有贵哦，迄关系哦，切好断啦。而且哦，俊豪哦，伊较信我啦，啊，无参像迄个李有贵哦，迄读个歹歹啦。哎，无意无意。等下，啊，我即马来叫李有贵来。哦，免阁叫我啦，我即马吼，嘛无想要阁跟李有贵计较。好佳哉哦，海哥无要甲李有贵计较，要若无俊豪，又搁去用拖累着。你是在写啥？物在子长。海哥啊，啊，你哪会写这几个字啊？小妹，我是去想到李俊杰的老爸李有志，啊，甲李有志的老爸李玉东，啊，恁娘啊，恁那几个名亲是不是？哦，原来是安尼啊。我今天你写这几字，你感觉安怎？啊，赞赞赞啊！好，海哥写的哦，真正是足洒脱的。连我家己拢认不出来家己是谁啊，安尼应该就无问题啊。寂寞的夜晚，你的爵士芭比已上线。刚开场的时候，跳一支动感的舞，希望大家也当欢喜哦。嗯，掌声鼓励。哇，很火热动感，已经喷鼻血了。啊！
感谢林可周董送的热气球 ，Love you！ 啊，电车痴汉，多谢你送来的可乐，啊，真感动的呢。嗯，把面具摕落来。嗯，月英姐，啊，面具若是摕落来，就无神秘感啊。啊，愈来愈侪干爹送我礼物啦，多谢你。啊，对啦。开始讲等一下，尽管医生啊，十杯火箭。我的请进啊，嗯，性感的丁字裤来跳舞给您看，看吗？啊，来多谢你，啊，已经有人送一个啊，